什么烟胶体？日夜交替。清晨。哦。这边有毛吉哦。哪里啊？熔岩。熔岩的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一般的毛吉。嗯，这边是什么？荒地、瘴气跟熔岩。森林。哦，森林。哦，没有荒地、哦。森林、瘴气跟熔岩。好。你也是蛮有余力的呢，吼。谁？你呀、啊。我怎么了？轻轻轻还叮。是我在磨冲枪的声音呐、啊。是哦。哇哦。轻枪响。我玩冲枪玩了200年，我都没听过这种声音。那就是你玩不够久啊。那卡弹。他撞到什么时候？他头痒了是不是。可以撞墙。他头真的很痒哎、欸。哇，太阳出来了。我觉得他背后的比较好哎、欸，没有法，再拍两下拍不到那个背，啊，生气了。来打，我到了。他叫声有点不太一样。哒哒哒哒哒！它尾巴是莲蓬头，越看越像莲蓬头。你说那种已经积很多垢的莲蓬头？没没，有的莲蓬头上面是一颗一颗凸出来。哇！怎么了？没嘟上去。他突然晃另外一边呢，超突然。哎、欸。都在哪里啦？内侧，大腿内侧。哇，他帮我把红莲挤开耶，哇，谢谢你。可以抓喽。我 nice 发出了可以抓的叫声。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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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瘴气，降龙人生，所以要再打一场瘴气把它抵回来。降珠。荒地生蛮多的，阿斯再见，阿斯，我需要一只一般的，不伤，先叫了，然后抓毛吉了，没了。太阳出来，不是啊！观众跟我讲话，观众跟我讲话，嘘嘘。现在打什么？阿蛮。风飘。哦。我去挖一下刚刚的那个矿跟古种，好不好？
想去哪？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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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。哎呦，我的贵哦！放在二楼来了啊！等我到，等我到。等你到什么？等我到，哎，撞我要，我要剪刀，我要剪刀，剪刀具，我要剪他脚了，我来了。没有啊，我没打、啊。我怕你们打，所以我现在不剪。快打快打！我不知道太远的话，他会不会留下掉落？会啊，我每次叫你们先打，都会捡到掉落啊。我的意思是太远了，我在龙岩地带，你都是在附近，不是吗？啊，我常常在帐篷，你们先看，我都跑过去捡啊。哦，所以整张地图都會，对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个，因为就只有刚进来没有啦、啊。嗯哼，啊，怎么又有啦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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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左边、啊，你挖过了吗？挖什么？骨头啊！哦，没有，我被人掉下来了。我想说，一出来，一出来就在你屁股后面往下跳。对，我也还没，我不想被龙追。都在二楼，都在二楼，都在二楼。是我被龙追。请丢回家球。我要拍下你被追的画面吗？给老头看。所以我的队友要不要来的？那开开打了，你不是要挖吗？不是，我在风票这边已经在打啦，我想要先等他们打完再挖就好啦。那个，那刚刚你龙岩总不等一下再去挖就好了。啊，因为我已经在那边了，靠腰。哎呀，你说什么？我哎、欸，你说你要先去挖、欸，哎，你骗我。不是啊，我那时候他还没出来，我就已经在那边挖啦，所以我在挖、啊。所以我不是请你们等一下，我回来了，然后我到了，我就讲，然后没人理我。嗯、我靠呀！我们是有等你，难道没理你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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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我的瞧我的位置。你的椎间盘移位了吗？输出了。应该是移蛮多的。嗯。啊！那叫真的很特别、欸，很像在唱歌。三点多才来，据说有光法的兵，光法的兵。哎，我不要光胎，走开！啊，他不要光胎的不是我，我要光胎，打我干嘛？哎呀，我啦！看你妈的！我刚才你想追我，好恐怖哦！我以为你晕了。虽然是要救我，不过那个画面还是蛮恐怖的。那个大棒子在后面想薅下去。哎、欸，集成的现在是江江。对啊。哇哇，浪费。对啊，这时间差真的不太好。哎、欸，原来我还没装好。你还没插好管哦、喔。对，然后我就变成丢龙抗炮上去。哦，哇！哦呦！啊！哎、
给我你的爱。哒哒哒哒哒哒。翅膀。看到哪里？脸不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左翅，哎呀，不好脸了。右翅。你知道什么啊？光滑的冰皮啊！哦，好多、哦，没有啦，假的，假的，相信我。没差啦，反正这个一般的又不是跟林曼玉一样难打，对吧？是大林曼玉，小东西。星。哎、欸，好想要大林曼玉。哎呦，哎呀，我想说怎么有一只怪怪的金狮子在那边？怪怪的金狮子，你一说，很像哦。还有点像、啊，长得不太一样的金狮子，这黑一身毛，黑黑的，那边虎视眈眈看。搞不好后面又出一只叫金、欸、金飘福金龙，毛是金色的。因为生存而演化成跟金狮子很像，然后被抓起来了哦，安全！哇哦，他的脸颊啊，金狮子！脖子被抓起来真的很好笑，气球。可以撞。我来啊！这边的墙很危险啊！我撞那边，撞撞得到，啊，撞不到！哎呀！叫屁啊！叫屁啊！叫屁啊！有人在丢尖锐石吗？有我。丢的不错。丢的真好。你接着的声音都听不到了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次没有发出要抓的声音。奈斯比较看不起这一只啊。哦，不想抓。他的心想，这种龙死了就算。那死就算了。没有啦。抓吧。这种管他去死。旧时代的产物，没有也。没差，不痛。没有也罢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。动作设定，来看一下猎人笔记，环境生物，不明生物，毛脊，火爆四只，刺针一只，龙龙四只。绝土四只，青苔两只，毛脊数66只，太毛脊了吧？你很毛哦。我毛、哦。那只还有惊叹号。陆栖生物啊。哦，哨兵鸟。哎、欸，66只，每只660。六百不是吗？一般的600，啊，压轴